嚟緊希望會有多啲唔同嘅合作，咁今次就可能係一個新嘗試，因為可能要去啲唔同嘅地方，想做一啲生活，即係話俾人哋聽，可能生活其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地方嘅人點樣生活啊，又或者可以希望可以帶俾大家就係、因為而家可能。大家生活很大壓力，經過幾年的疫情啦，同埋大家生活的模式都可能很大的改變，咁可能透過節目啊，可能世界不同的各地，可能係探索一下不同人的生活是點，咁可以從而啟發到大家生活裏邊可能放慢啲腳步啊，又或者睇多啲個世界，咁可能對自己心靈都有啲幫助嘅。